21日公布的90后十大富豪排行榜中，王俊凯以身价2.48亿排名第6，成功登榜。年仅17岁的王俊凯成为榜单中最小的90后富豪。网上有粉丝爆料说，王俊凯是富二代，通过家族势力坐上 TFBOYS 队长的位置，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什么富家子弟。据公众号大娱记报道，妮莉王俊凯也是普通家庭出身，1999年出生于重庆，父亲开计程车，母亲从事理发，家中还有位老人生重病需要照顾，所以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。一个笔袋用了3年，3年前每个月的零花钱只有200块，可以想象当时的小凯生活其实很清苦。2010年底被 TF 家族挖掘成为练习生，一年后其他练习生陆续退出，只有王俊凯坚持了下来 ，TF 家族因此得以存续。从出道到身价过亿，王俊凯仅用了6年时间，而如今才17岁，将来蕴藏无限可能，是实实在在的富一代呢。对此，网友们一片赞美声：“小凯棒棒哒！”